很多人在打牌的时候都分不清楚一二三四五到底是谁大。这个视频很明确的告诉你，这个一是最大的，然后是二、三、四，最后是五。这回你知道了吧？有很多人会怀疑这个牌是不是会变小或者变大的，我们看一下，检查一下，确定这张牌上面没有任何的机关，看到没有？四，这里三也没问题，这张二没问题，这张一也是绝对不可能有问题的。那么这个魔术是怎么做到的？想知道的朋友请打个一，不想知道的打个二。好，按照国际惯例来说，打一的朋友肯定是最多的。现在就来给大家解密一下，其实它的秘密就在这一张最大的黑桃一上面。这张黑桃一背面是一张大大的黑桃一，正面呢就是特殊印刷的，加上这张二，看起来就像正常的一到五。好，这个时候把这三张小的放在整副扑克牌的背后，这个时候把一给它拔出来，很快速的拍在桌面上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就是一张比一张小，你看明白了吗？